的确，很多人会觉得婚姻好像是爱情的坟墓。其实从吸引的角度来看，婚姻其实是爱情的堡垒，爱情的避风港。因为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或是你遇到沮丧需要有人支持的时候，或是有人安慰鼓励的时候，婚姻其实是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哦。它可以给你很多温暖，然后支持，然后让你成长。但是为什么会慢慢变成坟墓了呢？是因为很多人在婚姻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不愉快的情绪，而这些不愉快的情绪都没有处理，长久下来就很容易变成我们所谓的情绪的一个过敏的现象。就只要一看到对方那个让你生气的情绪，马上就会很生气。那这些情绪慢慢累积之后，你就会变得心里就会变得很防护，然后开放度会越来越低，然后越来越不想理对方，那这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冷漠，越来越冷淡，那当然就会变成像坟墓一样的感觉了。